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-Z3 Plus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大家好，我是科比转教士。李长，我在介绍什么叫乔巴嘎马赛克，我卖掉了。CRV， 这是四代的，四代、四点五代应该都一样，时间的问题而已。四代是几年到几年？头批一二年就开始了，到一七五代就出来了。这个啦，它有这个，你看一个很贴心的东西，就是这样一搬，它也是往前，因为安全带扣住了，它是往前的，没有？你再搬一次，没有，它已经是往前了。再搬一次哦，来，这样，好啊，发现它不会动了。这都会坏掉，我想说奇怪啊，怎么没有修到？这个放在里面，已经叫好了，放在叫好了，叫好了，还没有换而已。我说好吧，那我就知道了。其实这个哈，应该是没有多少钱，换的时候很麻烦。带你们看一下，就这两块银，比较冷的地方，银现在是扣住，就是缝又更小了。啊，这跟六角锁好像哦。啊，这就是六角锁的一种啊，它是这样哦，拉，喏，厉害吧？它这个也可以哦，你看这个哦，这个也可以，这个哦，来哦，再一次哦，三、二、一，拉，哎呦，有没有？当当，帅帅吧？可是现在那边不帅了，卡住了，那边不帅。这个哦，其实给人家做，师傅都不算爱做。为什么？你怕用，贴啊，贴怕的，啊，对，玻璃就得刮，耐火，所以咱只有家己用好，咱试看卖。啊，这里不能动了，哦，啊，这里都没用了，拉，有没有？对吧？真的嘞。好了，不管了，我先拆了好了。这完全没了。这原厂的，对吧？出来。其实看起来像车门的六角锁，都一样啊，都一样的，是差不多的设计。它这个有两段，可以扣到后面就比较深。如果它扣的是第一段的话，把它这样撑开，让它扣出来就好了。它卡在这里，扣出来就好了。第一段这边都是平的，然后第二段是这样。所以它有个断差，已经歪了，哇！你看，这本来拉有没有，这条掉，这条歪了，哇！拉已经空了，表示说它断掉了。往上打开，锁进来应该是这样啊，哇，应该是这样锁。啊，歪了，哇！这条歪了，那个夹本来是拉这里，应该是拉这里。哦，歪了，按夹罩子。哇，哇，那整个夹，我再猜啦，这歪了，这里头登起啊，所以右尾就变空诶，它就没有办法固定了。我要表演真正的技术了，阿妹郎要。可是没那么好拨啊，因为它把那个拨起来，它有空间有限，所以比较没那么好用。靠腰啊！哦，哦，我们还有天分呢。其实过程期过了半个小时。你靠背，还没一分钟呢。你注意看，我刚是这样插下去，我拨往上拨，就是一直拨，我们要拨让它卡住那个就拨出来了。啊，这里啊。你看，这样锁螺丝，应该锁蛮多次的。下面也有一个，它这是拉链吗？要把这个拉出来。所以我的判断是对的啊。没有，两只、三只。啊，我这边先弄坏去，灯体的话，这灯油啊，这个就是这个白色的塑胶断了。我嘛，这啦，白条尸体啊无，这灯体啦，啊，这个就两个嘛，啊，这个就是这样垂转，这样垂转，嗯，完成了，同一边吧。往上拨嘛，对啊，刚好拍两个嘛，嗯，好，这个在上面，这是下面，我刚好稍微注意一下，这应该是不太会错，因为它这两个就拨进去而已。啊，为什么这有两个？因为它是两个功能，有一条是比较远，套在后背啊，用手扳的，有没有后车厢的？哪一条？白色的是短的，哇，白的是这个，哦，椅背上面的，对，好啊，另外一条就是后面那一个，你在后车厢拉的那一条。哦，我刚以为是这里断了，如果是这里断了，这个是没有坏的，是 YR 等级。这个头断，我以为是有些会断这一个，这个是它是断里面塑胶的。哦，这个一定要扣回去，没有扣回去，等一下要重拆一次。这两个一定要装进去，还有球卡这里，卡这里。啊，有啊，我家里有了哈。如果你在拉的时候就轻轻拉了，不要用力去我扯它，扯过头了也会坏掉。因为它毕竟是诶塑胶呀，对吧？啊，这个东西就这样，功能性越多就是风险就越高啊。可以啊，有看到吗？拉，嗯，拉，好了。好，我去后面拉，拉，哦耶，成功了，啊，就这样而已。请问这样师傅工钱收多少？哦，这很难弄啊，这样贵。来，扣起来。好了，我要拉喽。来啊！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如果你自己是开这一代的 CRV 啊，如果真的想自己 DIY 就可以了。工具很简单的，这样我刚刚用到这一支跟这一支而已，这都没有用。
啊，因为我是就是一直拨那一个，就是这样拨，用两只就是几个尿拨到开了，砰，它就跳开了。因为它这个是有弹簧的，你开了它直接就弹开，你不用去推它了。那如果它锁到第二段呢？第二段就是要刚刚重复两次。如果在这里有没有？这一段就是第二段嘛，所以我们就是要类似这样拨，没有？它拨很高，你看这样还不开哦，再往上。这一段这样过来，过来之后，它扣下去，我们要重新又第二次才可以再扣。这样拨很高啊，很高，这样就出来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嗯，这一第一段，我们算运气不错、啊。你要不要实际试试看？不要，不想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这样会不好啦，因为不是我不想做，因为现在新的我们给它刮伤就不好了。哦，看看啊，你刮就刮单了哦，好嘞，得货。可是实际上，因为你这里有一个铁扣子。扣在这里是没那么好推了，你要闪那个去拨。那请问你这样工钱收多少钱？一颗大概五六百块了，但也有点忘记了。工钱？对啊，工钱啦。材料我还没问到啊，一起换便宜一点。其实我们在换都给客人，没有在收钱啊。一般师傅最早要300起跳。好吧，那我问一下，灯泡啊，如果烧掉，这个也不好换啊。你看喽，一炸你看就这样啊，你不管什么车我电话就给弄掉，弄个破油啊。对。起码这设计这你看，弄都弄袂着电话。这我敢弄过。弄掉不卖嘛？不卖。你看它分两节没有？这是两节的。对。它转这里啊，用那个八号或者用十字转的，有这边两颗，这边两颗，这边三颗。啊，这个不是哦，这是保险杆的，不要乱拆的。其实这个不好拔，因为这两颗之后这边或这里一定有一个纽扣插进去，所以要往上提下来。啊，这也是一样提下来。所以把这个叫磨弹。哎，其实算好换吧。灯泡都好蛮好，只是说插的有时候你就是有时候拿不起来，你就要拿那个削嘎。我知道，要靠靠一靠这样。插的起，一起出力，让把它拨下来。那牌照灯呢？哦，牌照灯啊，牌照灯又分很多种啊。像这种啊，拔不起来，要拆里面。啊，有些车它会做一些维修孔，应该有款回吧。然后这个就是有预防说有一天坏了，有没有？去拨。它也是用拨的啊。对，它也是拨的。它中间有个芯，这个就会动了。你注意看。那个意思就是跟刚刚那个歪扬管，这个是用电的。通电它会类似像旋转一样转，它就拉一下，如果拉啊它就扣开了啊。如果有电动电蚊拉了，它就起来了，就这样。所以它如果要换这个是从这里换，对，然后把这一块板子拆下来。它这个有螺丝哦，一般来讲像这个都有螺丝，如果没有螺丝，你这样一拉有没有，就是整个被扯下来。所以一般在拉的地方一定要有螺丝，不然门这样一扯就整个门板被扯下来了。你看我在拆都会去摸，就是摸一下有没有螺丝，或者是现在有些是塑胶纽扣。固定纽扣，你收螺丝啊，另外你再拔给它拔起来。像这个都没有的话，就是这个拆了之后，好，这个可以拿出来之后就拉一下就下来了。大灯呢？所以这一款只要换灯泡就好。这个是 HID 的灯泡，这个就比较不好拔。啊 ，HID 一般来讲，原厂大概都是 D2S 啊，其实就是有些会有血在上面就比较简单啊，没有血的话就是拔下来去比。所以这款车灯泡其实坏掉都还蛮好的，都还蛮好拆的啊，方向灯也蛮好拆的，只方向灯在这里而已，我现在手就摸到了，也不会很难拆。有些车它设计的很不良，很不好去摸到，小灯更好换。就这样的。有些小灯是长耳卡，我谁家啊那旧都可以啊。你有看过吧？啊，旧还出那卡，猴子偷桃这样偷上来这样。啊，干嘛旧？然后几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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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之前我们只有宾利，换个宾利的灯泡要花多少钱？让你猜一猜。灯泡送你好了啦，工资多少钱？20000。没那么贵啦，最少要2000起跳，因为他要拆很多东西，换个灯泡而已。他好像说他什么东西要拆开，不然他摸不到。那雾灯，雾灯就不好换了。雾灯有些是这样，没有不行，他从里面换。有些是锁出去的就可以拔起来了。另一台，你看，可是材料没来啊。这是通病吗？对啊，这台也坏。你要不要靠靠看？这个是好的、啊，还是我靠靠看？哎。两边，这个台是正常是这样，这台跟你两边呢，哎，这台真的两个都不能动哎，我要救材料，我先问多少钱，等下顺便跟你讲，等我一下。啊，泰山要来挑战了啊！虽然我们还没有播出，你应该有看到，你是看到真人的，可是我看不到，你不是有手电筒？哦，哇，哎呦！哦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哎，出差啊，出差啊，你应该有那种做小偷的天分，做小偷的天分。一颗1600，两颗就3000，对，3000多。那个不剩三缸哎，
啊，就这应该再久的该修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应该久的修，贵合理嘛？哦，对对对。对啊，材料明天才会到，所以我可以猜到明天的意思。对，明天到了。明天要采。啊，那我先回家睡觉了。奇怪，不是按着看，第二就是差点点嘛，到这边就。泰山在算泰山你有甜粉哦，你看了两次就会了嘞，还算蛮厉害的。现在已经过了40秒了，一分钟经过，历史的问题啦，历时1分22秒。因为看抖音的讲，老公，我之前误会你了，其实2分钟是很久的，还是会很累的。好了，不要再扣起来了，不要，明天来换另外就好了，不要再尝试了。感谢阿汉的参与，明天来就装一装，装应该不用拍了吧？装是一样的，左右边的而已啊。好，喜欢就把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耶，拜拜。Ultra-Z3 Plus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为什么要摇？因为它里面有沉淀物，它摇一摇，它能让它干净一点。你这样手不会抖？你说用手吗？不会，有吗？有在抖吗？有啊，有在抖啊。我们俩工作的方式。